下来就让我们雷达同学用我们热情的掌声欢呼声有请我们的三位主创。我觉得拍这部电影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部电影啊，去翻阅和追寻曾经的战斗岁月。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也是应该记住我们过去这些人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长津湖这个故事我们就结束了，但是七连的故事依然在。来，我们各个分会场的同学跟我们主会场的三位主创打个招呼好不好？谢谢你们辛苦。谢谢谢谢、啊、谢谢非常感谢老师们给我们带来那么够让我们逗逗的一作品，我们也非常期待可以见识看他们。因为你们这个献出你们的努力，才有我们多么的精彩。谢谢你们。等这个闭环结束之后，为我们的志愿者们专场放映，到博纳的电影院去看，免费去看。谢谢你们。一共我会把红围巾送给我们这位志愿者代表啊。谢谢你们冬奥会前面还有贡献。我非常感动于七连的所有战士们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的那种精神。所以说到最后，刚才说到七连拎到157人十到一人的时候，我整个人是破防了这么一天。然后刚刚是第二点看，我依旧有这种感觉。但是有一点人物象征的这个象征是未来，让我们铭记伟大胜利，缅怀抗美援朝的先烈。我觉得在之后的志愿工作中，我也需要去学习他们的精神，将自己的青春去奉献给祖国，挥着我们的五星红旗，另外一只手也给我们的伟大的祖国点个赞啊。